再来点海椒，最靠近的灵魂都是个海椒哈。嗯，而且它的猪肉呢特别水润，走到这个遵义的街头哈，都弥漫着烧烤的味道了哈。必须所以说那晚上了，必须要带你们去搞点烧烤哈。遵义烤鸡好久没整了哈，说到吃烤鸡，我脸都笑裂了。你给我推荐下嘛，你们有些啥子特色？三个鸡腿，两个鸡翅，烤扇子骨，还有扇子骨啊，我都没吃过，来一个嘛。鸡皮和鸡翘，好，给你们看点菜单。菜。遵义特色烤鸡饭整啊，好，我那个学校配那个饭好吃很了，再加上那个鸡尾，哇，好香，哇，真好，这一份学校我一个人吃完了，好爽。哎呀，完了！真，哇，一个饭一个猪肉，没有吃那个鸡翅烤鸡啊，真的让你是一种幸福的感觉啊！哇，那个手全是油！哇，烤鸡最后加上那碗饭，真的是中国的心川渝的味儿，地道遵义味儿，哈哈，太巴适了！经济消费308，拜拜。